作之后，对需要有客户的一个互券，就是让客户去选择我们的茶鲜套餐。选择完了之后，他们会把给客户配好的餐送到我们的客户这边，就是正在洽谈区的这个地方。那这一次的茶歇服务才算完整的完成了。所以就请各位小同学一定注意，第一，进入到我们的洽谈区，前面还是后面，都请先跑到我们客户的老师那儿去做登记，领取我们的茶歇券。领取完了之后，会穿着白色衬衫，可能是他在员工培训呢，这根本就是的。是，然后跟着咱们落座，然后收着客户的一个复券，然后再把客户所需要的茶歇送过来。我想问一下，各位小同学有没有很清楚、明白的知道怎么操作？别克纯电，都没有问题。综合优惠6万。好 ，OK， 那现在我们把话筒交给我们的工作室。那个车应该蛮稳贵的吧？优惠都能优惠6万，这是啥车？换新本的 Lotus 是个什么车？哦，不认识啊，叫Lotus。唤起，应该是一个驾驶相关的车呗，比较运动的那种。